很多人在说乌克兰啊，乌克兰人都快要损伤殆尽，国力也损伤殆尽，可是为什么乌克兰还可以继续的奋战到底？因为乌克兰人非常明白一件事，如果放弃了，我们的国家就没了；如果放弃了，我们的主权就没了；如果放弃了，我们的孩子的未来就没有了。这一口气让乌克兰人坚持到今天，还继续有活动。刚才讲到卡尔科夫的北部，现在我们往南部讲，大家看这一块，乌克兰的军队夜袭 S-300V 防空系统，这在哪里？这在赫尔松附近哦，这是在乌南地区，在马里乌波尔附近，在夜间进行了精准的打击，发射了六枚 ATACMS， 这是什么？这是美军的飞弹。这个美军的飞弹它并不是非常先进，但是呢，对乌克兰来讲非常好用，用美军的六枚飞弹成功的破坏了俄罗斯 S-300V， 哇，这 S-300V 哈，是俄罗斯目前号称外销也好，自用也好，最棒的反弹道防空系统，直接六枚摧毁了哈，摧毁了两枚发射器，还有一架 9S-19S-300V 的雷达，等于说这一套啊，这一套加上两枚飞弹发射器全部销毁，全部销毁，也就是在马里乌波尔附近最尖端的俄罗斯的反弹道防空武器被乌克兰销毁了，在夜间一次的突击行动中销毁了，也就是说让整个乌南地区的空域做了一个革命性的转变。再讲就是普丁，普丁一直在讲一件事，他说我们有最棒的钢铁战车，我们有最引以为豪的 T-90M 突破型的坦克。 T-90 是目前俄罗斯的主力型的战车， T-90M 是俄罗斯目前主力战车里面最先进的战车，它的数量大概是主力战车的五分之一，所以按照 T-90 战车大概有将近600辆，那么 T-90M 大概有150辆左右。可是告诉大家，最先进战车，主力战车里面的最先进战车 T-90M 在近日已经失去了第100辆，还在增加中，也就是说它主力战车里面最先进的 T-90M 大约150辆里面已经有100辆已经报销了，那它已经少了三分之一了，已经少了三分之二了，只剩三分之一的最先进的战车，怪不得它的 T-54 老古董要送到前线去，因为没有了，用完打完了。所以这款最好的坦克在整个乌克兰战场，说句实话，它的神话已经破灭了，它已经不再叱咤风云了。那乌克兰还有一个让大家非常振奋的消息，就是刚才讲整个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并吞了以后，在克里米亚半岛成立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黑海舰队 船舰最多的时候超过30艘，超过30艘的各式军舰。那么7月15号乌克兰的海军发言人普莱滕丘克就说，告诉大家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最后一艘巡防舰刚刚从克里米亚，从我们的克里米亚撤离了。大家要记住这一天，因为黑海舰队从7月15号开始已经不存在克里米亚了，就是把克里米亚里面最大的黑海舰队全部驱逐了，赶走了。那么乌克兰人要记住这一天，在风暴海燕级，就是最后离开了这一艘俄罗斯的战舰有多大呢？风暴海燕级全长123公尺，宽度14公尺，排水量3500吨，是前苏联时期反舰巡防舰在1970年服役，就是图上的这一艘，最后一艘离开黑海舰队，也就是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建立的舰队已经消失殆尽。